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。今天万代官网公布了万代直营店限定的 SHF 虎杖悠仁 Best Selection 的详细情报。作为 BS 系列呢，一直都是选用 SHF 热门产品中的这个主角进行再发售，配件呢相对原版也会缩水。这款精选的虎子全高约15厘米，配件包括了一个主体，左右各两种替换手，两种表情，分别是严肃脸和怒吼脸。配件最后呢是一个替换前发，相比通贩版呢，取消了斜视和速挪表情以及近停拳的特效键，一次呢也取消了带有速挪嘴的手型。这款虎杖悠仁 BS 官方售价为45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222元、245港币、997台币，将会在2024年的11月以魂直营商店限定的方式发售。错过通贩版的朋友，你对这款感兴趣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喜欢咒术呢，也别忘了订阅韬光，我们下期见。